去吧。烦死了。拍照啊，越没越位，回去咱看视频。不，三哥现在发现那个裁判很果断，没有越位。我说你们就不能让大雄赢一次吗？咱俩过分了。得补刀啊。Thank you.
32号，这是第三次踢这种球了。看这个饮水机队员一直在努力的练着。我操！传中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个啥？哎呀，手打的连打。哎呀，手打的。哎呀，我去！手打的挺好。本场第一张黄牌。虽然只是个猥琐的边裁，他也要发出自己愤怒的吼声。小球，作为摄影机，我是可以进入场地的。我小时候判的果断吗？太果了。好球，小心，漂亮，一下，压了压了，好人了，到完了。没犯规，没有犯规。啊，主裁。
才，边裁挑战主裁，现在是主裁挑战。主裁可能有自己的考量。你就不怕主裁下一场给你上眼药吗？钉子把蓝蓝的精力都耗尽了。那摄像头属于场地内的一部分，你这裁判自己跑位不好。没有你们俩后卫，这球越位了吧？没有，回去我看看去。记住了，回去查这一段。没有，大雁肯定看错了。这边还有俩呢。年年打雁，今年被雁叼脸。不是大熊喊的是谁打起精神了？蓝蓝打起精神了。Thank you.
这个摄像都可以在场地里面摄了。我就做摄像头，现在我就跑进去了。看到没有，我这个脚你可以进去的，其实没事儿，哪行啊，你可以进去的。 No No 没人理你，你自己跑位。 No 那是跑到大禁区线的。 No 开的细节多。 No